学校我说卖钢材卖水泥卖砖全部有人争恶争，是谁包的工，砖卖给哪一个，水泥卖给哪个，钢材卖全部都人争恶争的。我们给娃儿市容证学历证都交了，我们想给上告北京。向西啊，一直往前走吧，快点儿翻个墙啊，路上的鲜花盛开呢。
还是你明天醒来，我在路上等着。这堵墙的那边有那么一片水啊，东方路的旅店好贵，朝阳医院比瞎子还黑。这条路的那边还是那堵破墙啊，沿途的旅店不咋地，可不要轻易进去。姑娘跟着她奶奶吧，爷爷不再回来了，下次老李先蹲着，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小子的老李先蹲着，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你那里如果黑了，我这就是个白天，这里一旦亮了，那边啊。Outside the studio of 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artists, citizens like Zhang Xiaoyu are taking part in what they see as an act of defianc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is donating a few dollars to dissident artist Ai Weiwei, an outspoken government critic recently slapped with a $2.4 million bill for alleged tax evasion.向西啊，一直往前走吧，快点儿翻个墙啊，路上的鲜花盛开呢，孩子你明天醒来，我在路上等着。这堵墙的那边有那么一片水再回来了，下
老子老李先蹲着，亲老子一定会记得。小子老李先蹲着，亲老子一定会记得。你那里如果黑了，我这就是个白天。这里一旦亮了，你那就一定会是夜晚。有间旅店堂啊，星星都会落下。你觉得这一切可能吗？这一切可能吗？你那里如果黑了，我这就是个白天。